大家好，我是英子，今天为大家带了一段步子舞《姑娘嫁给我吧》32步慢动作分解。好，先来第一组，一共四个八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向前走，2、2、3、4后退，5、6、7、8第三个八拍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第四个八拍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好，如果音乐中间有间奏部分的话，会走一个十字，6、7、8没有的话，直接可以连跳两遍。好，现在看一下背面，5、6、7走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间奏，5、6、7、8直接就可以连接了。好，下面跟上音乐。可以，不要忘记点赞支持一下哦。